是这样吗？你不是偶像吗？自然一点。拍了啊。嗯。看看，怎么半天出不来啊？这边可能光线不太好，要不我们去那边给你拍一张。好。你手打开一点点。对。三二一。你笑起来好好看啊。谢谢。还有这个相机啊，就是你平常不用它的时候把它关掉，然后光，然后这个。对对对对对，焦点跟光都非常重要，放心吧，这些我都知道的。瑞萌，我们走吧。谢谢啊，这个多少钱我要了。你们能不能就想想办法嘛？这个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这是系统的故障，我们这儿真没法修。您回去关注一下他们的官方公告吧。行，好吧，好吧。您慢走。老板，结账。发生什么了？最近来修 V-box 的人特别多，还都是同样的毛病，不知道 Rainbow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。只不过出来看看，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？走吧。当初公司推出这些，是为了让我跟粉丝交流，陪伴着他们。现在看来，是不是我做错了？不用担心，偶像只不过是你的工作，但你也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对于我来说，偶像不仅仅是个工作，我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角色，这些是我应该做的事情。只要他们需要我，喜欢我，我应该更努力的。那些人喜欢的不过是屏幕上的你，他们都不了解真实的你是什么样。那也没关系啊，我以前呢也是通过屏幕在看你，虽然以前不了解真正你是什么样的，但我一直喜欢你的歌，也多亏你的歌我才能跟喜欢我的人交流。无论他们是喜欢虚拟世界的我还是真的我，只要他们因为我变得更好，这才是我存在的意义。这样吧，最喜欢的周边是哪一个？我买一个送给你啊，就当是支持你一下。我接个电话，等我一下啊。卖歌的事儿，能不能再等等？可以，过了今晚交易就自动取消了，你把该赔的钱赔了，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。你不是想卖了歌付违约金离开虚拟偶像公司吗？今晚准时来，我把时间地点发给你。怎么了？对了，这个我把硬盘里的数据都分了出来，你想要的都在里面。可是如果我动了，不就会暴露你吗？不会的，放心吧。拿着，拿着。
那等我用完了再还给你。不用还了，这个鼓棒就送给你好了。这个是限量版周边，也当作是你对原本的支持。